妇联总会总干事徐以舒今天代表蒋夫人到偏远的山区去慰问劳苦功高的国军战士。徐以舒今天是由海总妇联分部的人员陪同，前往林口海军2288-3部队慰问，并且是增了5000元的加持金。徐总干事对战士们的生活状况非常关心，他曾经亲切地嘱咐他们天凉了要多保重自己的身体。随后慰问团一行又前往其他的单位去慰问。